欢迎来到养生堂，这里是收容。您好，需要帮忙吗，先生？羊在哪里？ 这些房间是为我们的特殊，请向前走，需要帮忙吗，先生？ 话说得好，您请便。
我们一起训练的时光一去不复返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至少我曾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，在我最黑暗的日子里，你父亲暴露了他的真面目。他从不关心我，他把我赶了出去。他抛弃了我，告诉我。 为救深爱之人于水火，换做你会怎么做？难道你不会跨越红线？难道你不想逆天改命？难道你不敢挑战死亡？你想复仇，小弟？
于此。这即是武